不说话就不会犯错误，不吃饭就不会拉肚子。来，来开，来，真乖，摸摸，看看花，花多香啊，多香啊！荷花这东西哈，它就长在烂泥里边，哎，出淤泥或者出污泥而不染，越是臭大粪它越好看越香，而且把臭大粪的根儿都变成藕。那就懒得说话，懒得吃饭，懒得。您穿那么多呀、啊？你热不热？没事，哎呦，这什么那么脏啊？那冰棍儿花化了，就得盖上被子。我说您穿的多。不，你坐空调车，一会儿多凉啊。这么早就出去了？坐车不花钱、我是捡便宜的，天天捡便宜。我给您唱歌吧。唱。唱啊。一说上回就这个。上回我喜欢唱这个。那就唱。您不是那个鸭吗？春江水暖鸭先知、知道吗、我是霹雳火，我的命运。您那是什么命？胳膊全好了。全好了，但还有点没劲儿、您是什么命啊？我不知道。我是霹雳火。我不知道，我也。我给您算了，您是水瓶座的。您我射手座。一会儿我那孩子又走了。哎，行，那我给您唱，那我唱哪个？哪个？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，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，我们有回本的热血沾上了一些的狼狼，背起我们的行装攀上这高高的山峰，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，为祖国寻找着丰富的矿藏。您不是找熊猫吗？这就是给您唱的。知道吗？我走了啊。好，拜拜。我有好多歌呢。昨天我看见一个人，好像是您，是不是啊？戴着一个帽盔啊，上那个五角星啊，穿着黄的哦，对，是吧？对，我去跟人吃饭去了。我在银锭桥呢，后来没有狗，我就不敢叫。对，银锭桥，我去那个这住中堂，不到11点吗？我昨天去昌平。不是，我看您的视频，好像您去那个拿药去了。哦，对，那是早上。8点钟的视频。啊。我什么都知道。我走了哈。哎、对，您是现在您是西城大妈加朝阳大妈。世界叫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好多人都认得我。啊，那个唐老师给你照视频了。哟、我说我不认识你啊，他说我在网上认识你的。我现在我不。在微博上发现你了。后来我说他们都认识我。